大家好，我是在咱故事台湾好几年蔡尚宪。今天要甲大家介绍的这本《八面威风家将传奇》，伊会当讲是咱全世界第一头的家将电子书，是咱三立电视在咱故事出产的哦。哎，真正足精彩！你看，内面有两块光碟，第一块内面的内容大概就是家将的一挂互动教学，所有的介绍拢伫这块光碟内面。另外一块咧，是咱在咱故事啊，迄当阵伫家己赢成红时阵，直接五大派系家将拢伫内面，迄出收视率也非常的高，而且迄段介绍是非常的详细，而且非常的生活化，所以你看这块，就搁我都深入了解家将的文化。好，即摆我就来放这个互动光碟，让你看哦。哦，封面，帅，哇，简洁有力，哇，原来点出来的拢照出来嘞。看你要从哪开始看哦，这就规个拢跟你介绍讲家将的起源啊，啊个来源。底下这问号是啥？哦，点完了，伊就会甲你解释讲迄是啥物意思。哦，叫八年事件。哇，这个影片哦，也在放大吗？哦，全荧幕。哎，塞嘞，这个是当时咱去翕的嘛？哦，咱去下一页看麦。穿梭阴阳界啊，这就是你讲的咯。即个家长就参照咱即卖兴趣组的同款，哇！这就是我迄当阵开运的时阵，哇！这阿良师啊，家将大变身，好，好嘛？哦，点啊，搁会动呢，很贵啊！哦，所以这就是伊家己讲点的刑具也要介绍伊的时阵，咱刑具也就跳出来人互你看，哇、哦！通啊旋转呐、啊！你看伊搁用360度地板动作。哇，新剧的嘞！哦，所以应该是每一个家族拢通有这种功能。你看哦，咱要了解新剧的时阵啊，因为可能伤细啊，咱佫通啊放大，有无？变大啊！因为你看，有当时你通啊好啊看清楚，你看咱放大，佮看清楚，哇，到底伊的面啊，还是安怎画的啊？啊，佮伊牙是甚物物件啊？啊，佮穿的是甚物衫啊？真正出赞的啦！你看规迄个排版啊！啊，甲个颜色啊，甲背景规编排，你感觉拢看规套的即个电子书啊，你袂感觉足呆板的、足死的，敢若看拢现册安尼现来现去，可能拢乌白，还是可能有一个图片尔。但是我们这不只有图片，文字叙述也丰富，而且更加上动画去跳，那会让你更加印象深刻。讲哦，家长原来是安尼跳，穿啥物衫，面容是啥款，体目器是啥。所以伫一套电子书内面，你会感觉完全全全的会办法了解说，可能你对一个唔捌的，你完全对家长唔捌，但是你只要经过一套电子书，你可能有对话度足深入的了解。哇，等，我来看下样子。哇，你看甘柳下欢因甲做伙，迄几个是足好看的哦。尤其是你看迄顶讲话，土地产迄几个同齐跳，迄种感觉，爽爽的啦。真正像你看妖精的那种感觉，而且每一个跳的那感情啊，哇，跟我妖精看的那种同款。伊这就是可能你讲一挂定势啊，安怎走安怎行啊，啊代表什么意思啊？你看哪看你，搁通啊哪看伊跳，是不是更容易了解？所以你若看这套了，你就发到讲，你若是平常时看家长你妖精的时阵，你要安怎去看？明仔去看因的脚步，明仔去看因规个立后颈伫动迄个动作，有代表啥物意思啊？啊是你看到的感觉，你法度直接去分析。有可能咱平常是无了解的人，看到家长的，啊就家长安尼。但是你若看这個，因为你经过了解，因是扮啥物神，摕啥物武器，你就知影伊的意思伫倒位。你去看的时阵，看家长规个立后颈的时阵啊，你会更加了解讲，因到底是伫创啥？哇，第一次看表演就上手。哇，众神何台湾哇！这就是咱董事长乐团啊，开面唱歌，佮加上规加上的 MV， 哇，帅嘞！而且你看迄灯光，我看搭配歌曲一定听了就嗨。MAP 哦 ，Map， 迄个地址啊，你加上要去倒找，才佮有详细的资料。你看哦，连啥物都啊，吉盛堂啊，十家将，正玉堂啊，八家将，叠都位。这里都有地址，而且你看，只要点下去，你拿网路的话，直接连接，会跟你讲，你的 Google Map 也显示讲，你要找的这个家长在叠倒，超方便。哇，你看 Q 版的八家长，帅帅。我看一下，你是哪一种家将，请点选人物。
我来点应该，我应该是范将军。个性大而化之，不拘小节，不按牌理出牌，行动快速，有冲劲，就是我嘛。所以恁大人啊，点看咩？每一种家庭的个性是安怎？啊，有符合你无？所以说不定吼，啊后摆就通啊扮迄种型，会搁较型。所以我扮范将军是上型的啊。所以恁个性共款嘛。阿杰，才会八家将。哎、欸，真正还有话咧！我、哦、所以讲，通啊家己讲，你的面谱要画啥物色？哎、欸，真正足赞的咧！你看，有当有诶小朋友啊，可能看到家长会感觉哦，哎、啊，遮歹看面着，看着惊惊。但是你看这 Q 版的，搁通家己画，画到遮尔啊古锥，看着吧，渐渐的爱上他。我看即个啥？哇，你看，这种家己画好诶啊，遮尔啊古锥着，哇，真正足精彩诶咧！内面啊，诶，影片、叙述、图片，甲规个动作，互你会非常诶了解讲家长诶文化到底是安怎。所以咱即本。八面威风家政传奇，全世界第一套的家政电子书，真正爱紧去上网预购。从即马开始到1月9号，在这个之前你预购，就当得到我一张家政祈福贺年卡。你看到我的家政的面谱，搁再当不是机啊？底下这贺年卡，你看顶面有1月、2月、3月、4月、5月、6月，啊后面还搁再给恁祝福的一挂文字啦。即马紧上网搜寻《八面威风家政传奇》，紧去买哦。继续研究。